我叫嬴政，是一代君王。想当年我驰骋沙场，策马奔腾，腰都不行，导致我现在家里三。好了，不吹牛了。这一局我以为能躺赢一波，因为我看到对面鲁班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尴尬的我用手抠出一个三室一厅，想着这把素材应该没有了。那你们看进度条就知道这件事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且听我慢慢道来。清理完兵线，看到露娜被三个人包围，无助又可怜啊。这时候嬴政就要站出来，给你一个结实的臂膀，拿出冒蓝火的加特林，瞄准妲己还有蔡文姬，顺带一个韩信全力发射。你看看，嬴政也太靠谱了吧！时间已经快20分钟，我还是碌碌无为，没有关系。嬴政装备起来后，伤害是很可怕的。看到兵线过来，我直接开启大招。韩信这个小子真敢过来啊！有明刀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吗？一顿扫射过后，角度刁钻的放出剑阵，成功来了双杀。过来清理兵线，杨戬冲到人群当中，强行一换一，钟馗去帮忙，反而被一顿毒打。不要慌，你呼叫的远程火力支援已经来了。你以为我瞄准的是李信？我才不管这抠脚大汉呢。后面妲己他不想吗？李信不服啊，走到脸上，小看我的伤害。残血想逃已经来不及了，再一次来了双杀。20分钟打风暴龙王那是肯定的，但是被对面发现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火力全开。队友也很给力，抢到龙王，这种情况是很开心的。不过露娜突然躺在我旁边，你不要碰瓷啊，我都还没有动你呢。杨戬还是冲到人群当中，奈何双拳难敌四手，而且我手有点短，这就很尴尬。守约一枪狙空，你快跑吧，真以为鲁班好欺负啊。闪现来到脸上还是一枪狙空，我过来摸几下，龙王护盾都给打没了，那你还追就过分了。大招 CD 刚好，诛你九族了。我信心，你个信心、收掉鲁班以后，作为全村的希望，高地由我来守护了。李信，你不要以为你是高地保安就可以为所欲为了，这是我家高地，等第二波兵线来的时候再开启大招。李信想顶住我的伤害，看不起谁呢？还不是灰头土脸的逃走。游戏体验很差。觉得视频有意思的小伙伴，能否高抬贵手，点赞关注支持一波，给点邮费啦，谢谢大家。现在的情况，我方已经很劣势了，两路高地被迫，这种时候人头比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杨戬被人追杀，我过来见证一番，再拿出冒蓝火的加特林，这伤害和你开玩笑呢。人群当中多看了蔡文姬一眼，血量掉的不要太快。剩下三个我还想打，但中路韩信有点想法，一刀百里就没了，什么鬼伤害啊。那对面明刀出来了，我直接闪现来到脸上，一个屁送你回老家，你还动我水晶做什么白日梦呢。清理完兵线以后，鲁班还不肯走，以为自己走位风骚，加特林拿出来我看你怎么办。左右摇摆打出明刀和复活甲，杨戬过来支援我们就很轻松了，放一个伤害爆炸的剑阵之后平 A 就行了，两个瞬间两两。第二个风暴龙王是在26分钟拿的，鲁班和李信还在泡温泉，所以韩信也只能过来偷看一下，不敢过来抢，但并没有什么用。三路被迫，28分钟的宫本已经很强了，我仿佛听到他们说是在下无敌了。拿出冒蓝火的加特林消耗，就这个炮车挡住我好多伤害，硬的和什么一样，勉强守住啊。时间来到30分钟，这个风暴龙王绝对不能让，超级兵已经很强了，加上龙王 buff 基本上就是输，所以我和百里守约过来，就算很危险也要抢到。蔡文姬顶在前面，你开玩笑，我现在的伤害你这小身板哪里吃得消啊。守约百步穿杨抢到龙王，这时候还不能一波，我感觉就要输了。蔡文姬不在，我换了三本大书，今天我射不死你们，韩信挑飞我们，但我完全不慌，这伤害你跳街舞也顶不住啊。想要推但没有兵线，只能撤退。最后的团战也去鬼鬼祟祟的身影，我瞄准 Luna 的位置，火力掩护，钟馗立功了，勾到对面小鲁班，没有射手好打了很多。杨戬和钟馗冲了过去，但被一顿社会的毒打。守约在清理兵线，我和钟馗浴血奋战，边走边 A， 韩信看不下去了。这时候有个小细节，等他过来，我二技能一放，对面伤害是很低的，二技能命中敌人可以除去装备的物理伤害。看到草丛里的妲己，我灵机一动，瞄准漆黑的地方一顿乱射，谁知道对面走位那么风骚，完犊子了。关键时刻闪现没有按出来就很尴尬，剩下百里守约兵线的清理不了，最后输掉了比赛。这一局真的很可惜啊，抢到三个风暴龙王居然还是输了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宫本还得削啊。最后来玩个小游戏，输入法打出 FT 是什么呢？我打出来是丰田嬴政的铭文出装，带狩猎心眼梦魇。出装的话这一局是有点娱乐了，出了三个大书本，由于对面有蔡文姬，所以必须要做个梦魇。
水晶杖和帽子也是必须的，这个装备你钱太多的话可以玩一下。好了，本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喜欢我们的请点赞转发，如果再来关注小弟，真感激不尽，我们下期再见。